你还记不记得，你小的时候，有一个陌生人送你了一个拨浪鼓。孩子，嗯，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送给你好不好？谢谢。那天我在沈宁的行李里面发现了这个拨浪鼓，他以为你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个你从小一直随身携带的拨浪鼓他一直带着，就是为了祭奠你。周月，你如何知道赵辽是沈宁的义兄？你们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在第一次话本会结束之后，沈宁因身体不适就先离开了。夏天回去休息了。在他离开之前，我发现他回头看了一眼。当时我一直以为他看向的是朱权，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其实他看向的是朱权旁边的赵辽。赵辽，你的义妹早就发现并认出了你，只是她为了保护你，一直没有向我们大家揭露你的身份。可沈宁明明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气急发作而亡。第一次话本会结束之后，朱权就赶到了沈宁的房间，对其进行了骚扰。认识我了吧？第一个花本，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要再不走，我叫人了。沈姑娘看来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。七年前你给徐家的饭菜下药的事儿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你是阿全？不过沈姑娘，能不能让我一亲芳泽呀？放开我。看来沈姑娘已经做好了选择。我考虑一下。好，我给你时间，我晚一个时辰再来。不过我要劝劝你，好好想想。等到朱权走后，沈姑娘便离开房间寻找赵辽。这也解释了在我经过沈姑娘的房间时，她的房间从门外上了锁。可后来当朱权发现沈宁姑娘尸体的时候，却直接推门而入，房间内并没有上锁。对，我们都没有从里面上锁的习惯啊。但沈姑娘不一样，面对骚扰的朱权，她一定会从房间内上锁，以防她再次骚扰。所以凶手一定是想沈宁的尸体先搬入房间内再逃离。
那朱权呢？当年的赵辽为了一己私欲，以沈姑娘为祖父治病为由，骗沈姑娘去徐府帮她在饭菜中下了安神药。可惜朱权识破了沈宁不会治病的秘密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朱权后面要去沈宁姑娘的房间。赵辽，你为了隐藏自己，对自己的义妹见死不救，还伪造了她意外身亡的假象，亏她还对你念念不忘。赵辽，你对得起她吗？在你下药，我该怎么办呀，哥？他还说了什么？只是他想轻薄我，还拿之前的事情威胁我，他该不会认为我是凶手吧？哥，怎么办呀？没事，别着急啊，坐下喝口水，慢慢说。先喝口水。对不起了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那个朱权，我也会解决掉的。是，我是对不起沈宁，可他们徐家对得起我们萧家吗？徐家欠咱们的，他们就是土匪。我爹是不会骗我的，是他们徐家害了我们萧家，而我才是那个受害者。赵辽，阿刚，你别做傻事。你别哭，
如果我的死可以让你放下仇恨，我心甘情愿。永顺，谁赢了？哎，老爷，嗯，弟弟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去看了你的一个小哥哥。哥哥不是在旁边吗？走吧，我们回家吧。小涛，走，回家喽。走了，回家喽。哎呀，回家喽！